六米的75长一根，可以剪76根。76根。对，你这个余料长度啊，一定要少于这个原点，哦，高于那个原点283。283原点是什么原点？原点对，我们的料送到头以后，最小的距离。参考点。对。就是那个参考点，寻找的参考点。后面加钱到那个切刀的位置，切刀的位置283，那我们原料余料的位置一定要超过283，才能最后一刀才能切下来。对，不然你这少于283的话，它切不到，够不着。就是你说的那个参考点呢？对，对吧？对。A 钢，37.5啊，37.5一个 ，B 钢也是37.5。没了，第一个弓箭就没了。第一个弓箭，你可以按照它的名字编的呀。只有一个名称啊，字母，按照它字母编的。嗯。哪了？呀 ，S B。575。然后它在哪里调出来呢？还是在保存调用里面。保存调用。然后是否调用？是否调用 ？LSB575。啊，那调用出来就行了。对。然后你确定。它出来的就是你编的那第一个弓箭。第二个55，还有100长的是吧？对，我记得它一个是100的长度，一个是150啊，还是150？那这个跟它的那个孔没关系，是驼孔和圆孔没关系哈？啊，没有，你都是对称的。57，57个。57个，150的是57个。A 钢是，难道是50个？75, 然后把所有的界面拍一下就行了。视频嘛，可以看一下视频，再往他送，往前送，然后。
Thank you.
在里面，在这里保存调用，是否调用，所有的拍个给他就行了啊。